我是刚刚那头长的109年7月30号台北站，台北站16:24，手牌的是2230，中北回线口树林。铺油马这样，6:23，6:34，铺油马这样哈。那台北站时间很好，跳一三四，三四点半有香港树林的铺用嘛，就叫。三四点半有香港树林的跳一三四，铺用嘛，就叫。在台北站很好。开启车门。2131，2134，不用嘛，自强号。2134，香港树林，不用嘛，自强号。在台北站停靠。我下面给把照片都掉门道，去看后面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耶，超感动的了。终于在台北站，决定了。好，感谢支持大家，拜拜。三次将北回线靠树林的普用完成，1131，1134，在台北站停靠。等等啊，再见。三次，大家在台湾时，大家看，刘娜再见，拜拜。